300都有。300，我刚刚做的。然后车子在发动，就是一样，就是钥匙打开。那一开始会呈现 P 档，它是静止的状态，是不会动的，就是你吹油门它是不会动，这是安全装置。那如果你要解锁的话，可以按刹车。哦，刹车就解锁了，就归零，然后就可以骑了，就可以动。嗯，对。那如果你一般你停下来，因为电动车它都没有声音，怕不小心会吹到油门，嗯，你可以按这个 P 档。它又回到 P 档，一样也是不能动。啊，对，那一样也是可以刹车解锁，安全装置会这样比较安全。嗯，对。那我们还有双黄灯，双黄灯警示灯，对。哦，嘿，双黄灯。那如果遇到爬坡比较没力的话，我们可以换档这一颗。目前的话，它这边显示一档，那如果你按下去，它就是变二档。哦，嗯，就是在爬坡会比较没有力的时候，可以用二档。那平常你骑这种平路顺顺的，就尽量就是用一档就好了。对，因为二档相对它会比较耗电一点。嗯，那二档的话，它你换二档的时候，它是维持一分钟，它自己会再跳回来一档。嗯，嘿，啊，如果你按刹车，它一样也是会回来一档。好，那一样这边也是方向灯啊，这些都是一样。嗯哼哼。那大灯你开的时候，它就是已经有灯了。哦，嘿。就不用，只要行驶当中它就是有灯，对，都是有大灯就亮，对，嗯，那就是一样，不要骑的时候就是关掉。那要冲的时候就是一样，这个可以直接打开，不用锁就可以打开了，对，然后这样按一下打开，它是直接的，直接这样搬开，哦，对，然后这个一样直接打开，嗯，对，那充电座就是要先按一下，嗯，然后拔起来。直接插下去，它会有一个咔的声音，这样，嗯，就等于就是就充电了，完全插好，嗯，对，然后再按这个开始充电，嗯，那开始充电，它这边会有显示，就是目前这台车它是73%的电，嗯嗯，那它下面就会显示说充到满是要需要几分钟，目前7分钟就可以充满了，嗯嗯嗯，对，很快啊，嗯，很快，他说5到10分钟就可以充70-80%的电了，嗯，嘿。那如果你不要等那么久的话，就是你可能只要充个5分钟的话，你就可以按停止充电。哦，对，按下去，它停了之后，一样就可以直接拔，这样放。来，左转右转。中山路。啊，对，左转右转。右转。右转，哎，左转。要爬坡要不要切二档？二档怎么切？二档是红色的。哦。原来健康行。